小郭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上次去狼屿，我连出差的路上、吃快餐的时间都在收集资料。这周你又一口气给我安排两个演示，臣妾表面臣妾真的做不到呀。李总他已经帮你删掉一个了，本来隔天一个的。那跟梁宇的出场时间也得缩短一下。余光，你这给我出难题啊。不难不难，你小郭是最知名的协调专家了，快去吧。我爱你。余光，哎，你索性转到市场部去得了，那边也太需要你了。我手头一个客户都没有，纯靠着产品演示去市场部能有什么发展？纯吃青春饭啊。还是在这儿能看到长期稳定发展的前途。谁的客户不是从无到有慢慢积攒的呀？我看好你的忽悠水平。但是技术工作是个可以随着时间推移积累沉淀的工作。不行不行，现在技术革新太快了，弄不好原先的积累一夜之间全作废了。就像苹果手机一出，老师经历一屋子的专利全作废了。确实，做业务虽然也可以日积月累的积攒人脉，但也不稳，现在哪还有什么铁饭碗。还是抓紧时间，早日实现财务自由才是真的。在你原有工资基础上涨6000，然后回去和另外两位呢适当的透个底，做好安抚工作，想好了给我回复。小鱼回来啦。回来了，阿姨。第一天上班，点个卯，领导就让我们回来了啊。朱姐很快也就回来了。房屋中介什么时候来？已经来过了，任夏已经签完字的合同，让你跟小朱签完后，把他那三份快递给他就行了。那这中介还挺好的，很难见到一个房屋中介这么替租客着想。是啊。回来了啊，小叔回来了。房东代理已经来过了，放下合同走。合同我看了，没什么问题，你也来看看。你检查过了？嗯，对比着年前签的合同，除了加入何敏红的条款有变化，其他的都一样。行，那我不用检查了，直接签吧。阿姨。明天麻烦你们把这几份合同快递给房东代理，快递出去的时候让何敏红把单子拍张照片发给人家，免得他们提心吊胆的。好的。哎呀，什么时候我们家红红啊有你们的本事就好了。你把何敏红放在上海自生自灭，不出两年就出来了，这本来就不是什么难事。开车的时候小心点，别着急啊。如果高速上想要超车的时候呢，打喇叭是没用的，最好闪大灯啊。放心吧，你想让我开快车我也开不了。给你放后边了啊。你怎么又上来了？我给你调个好听的频道，一会儿怕你在路上想睡觉。红红啊，嗯，我刚才亲眼看到小鱼审核过的合同，小朱看都不看就签字了，说明小朱对小鱼是全方位的信任。小朱是做经理的知人善用，他如此信任小鱼，说明小鱼的人品比你以为的要好的很多。你看，你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你的判断？你总得允许我跟他们话不投机半句多吧？可是你跟所有的人都话不投机啊，那该反省的人就应该是你啊。就算全世界都跟我不对付也没关系啊，我自己高兴舒服就行。你并不高兴舒服，这一个春节以来我看你脸上的笑容比以往少一半还不止。我挺满意我现在的情况的。人是群体动物，
你的想法就不正常，是不对的。天哪，我真的不能放任你一个人留在上海。你现在就跟我上去收拾行李，你跟我回家。妈，我不是小孩子，我不走。你不能这样。不，我能。说句难听的话，如果你能够自食其力，我绝不干涉你。我承认你是成年人，可是你现在得靠着我们给你的钱去付租金，你根本就不能独立生活，你得听我的，否则我立刻上去，我收回租金，我撕毁合同，你只有回家这一条路可以走。妈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庸俗啊？不说了不以成败论英雄吗？你就以金钱论英雄了。还有，你什么时候觉得金钱可以去支配一个独立的人了？我跟你说了那么多，妈妈在你心里难道只是买卖亲情吗？我在你的心里就这样不堪吗？你真的是鬼迷心窍了。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不是你也现在开始玩神的蛋儿对吧？朱姐，您说，您说。我怀疑呀，你们李总是发现了你们金总要挖墙脚，所以呢，他先下手围墙，在你面前挂了一个小胡萝卜，让你安心待在研发部，也是个好事。两个部门都想要抢你，说明你是一个人才，这也侧面证明了你们金总不会因为他哥哥的事儿为难你。所以，这给我又升官又加薪呢，并不是因为我适合组长这个位置，而是因为有人要跟他抢人啊。坏消息你自己说吧。其实也不算太坏，想想我之前还在为工资低、前途一片渺茫，而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，因为工资不如我妈而脾气暴躁失控，这才几个月呀，真是守天无人更，更开有人争。这李总怎么啦？我目前在研发部门做的是同样的工作，只是因为金总那边有抢人倾向，他就立马给我加了工资。可之前呢，我同样干活，他却压着我的工资与级别，理都不理。今天才知道这人也不是什么好鸟。正常都这样。你还有一件事情要好好考虑一下。什么事？你还是操心一下怎么答复你们李总吧。税前整整多出6000块钱，都是我妈的工资，而且钱是真烫手啊。我们组陈超生是天才选手，很多好点子都是他先想出来的，而且是他拉着我和钟鹏浩来的升光。钟鹏浩呢，则是我们组的定海神针，他最踏实。不过我要是占了组长这个位置呀，这兄弟情也就到头了，连我自己都得鄙视我自己。可不占吧，到手的钱不拿，我想想就心急够死。那我得提醒你啊，你本来就兼职市场部，多拿了半份工资，就需要你们国人两个兄弟多理解跟支持，也需要他多担待本该属于你的日常工作。那你现在又占了组长的好处，你换位想想，谁能平衡啊？那你去做兼职的时候，后院能不起火？割肉啊，还是在我心口剜肉？哦，多吃点肉补补，缺啥补啥。
Lucy， 你回来了。哎，你这是去锻炼去了？对，工人随便练练。哦，飞人，你这明明昨天都已经累到极限了。极限就是用来突破的。怎么啦？找我啊？去我那说。小哲，你说我们家红红是不是鬼迷心窍了？这是怎么了，阿姨？不瞒你说，年前我以为这是那个秦牧想骗婚，你们才电话通知我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是我们家红红她思想不对劲，她是跟着所有人都不对劲，她是要跟全世界隔绝吗？小卓，你们在单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小姑娘？一般你们做领导的是怎么处理、怎么做思想工作的呀？还是通知家人致敬，外人不便过多干涉个人私事。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你纠结什么呀？组长岗位和加薪本来就是因为你而设立的，你顶多跟你们李总商量一下，要不要给加薪换一个理由，免得你们同组那两个心里不平衡。可是戏太多，会不会惹烦李总啊？哎呀，你就是太低估你自己了，不要整天把目光落在拿出多少研发成果出来。你看你跟客户的交流带来的新思想给研发指导作用是多大，这值得你们李总给你加薪。他也不傻，而且你也看到了，你这一小技术人员，人家费尽心思的笼络干嘛呀？脑力劳动也是劳动，不要妄自菲薄。哎，我心里的恶其实也不小。哼，就凭你说你要横扫你爸家，就说明你这人一肚子坏水。但是朱姐说的也对，我跟你两个兄弟吧，合作多年。哎呀，我明白。但是这是你的工作，你的事业，不要掺杂太多的私人感情在里面。朱姐嘛，她是底层干起来的，所以只能看到一手一脚做出来的工作，这儿的价值她还暂时还没有想好怎么拿出来变现，尤其是变大钱。今儿既然提起这个，要不咱找朱姐去聊聊。小鱼，小芳，哎呀，我们家红红可怎么办？妈妈，我很好。没什么好怎么办的，你们老家收入水平全国前十。阿姨，你们夫妻应该都是事业单位出身，收入水平也算小康。何敏红即使与世无争，遇事只会缩头，现在都已经缩进了蜗牛壳子里，你们反正也养得起他呀。况且似乎他马子也能糊口呢，有什么好愁的？珍珍他爸妈还明火执仗的在帮他，他们一家子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，只要别补贴到外人身上，别把养的身娇肉贵的女儿拿去给外人当牛做马就好。包容点，别把跟你观念不合都视作异端。我不是在替你说话，我只是管不住我自己的嘴。成年人嘛，选择自己做，活该自己认，只要做到这点就行了。阿姨，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他们两个这么说绝不是张口胡说，而是身体力行，不过只适用于他们两个，只能提供一些参考给你吧。人生的路呢，有很多种走法，不一而定。你们现在年轻人都这么想了哈，你跟何敏红呢，还是各退一步，好好听听互相心里的想法，多沟通沟通。朱姐，关于阿叔升职加薪的事儿，我跟你想法不太一样，要给你洗个脑。阿叔，快陪我一块儿，这个 MBA 太厉害了，我怕他给我忽悠瘸了。你们平时都这么有商有量啊？大家都知道对方的边界在哪儿，才什么都敢说。
而且一人计短，二人计长。去你屋说。阿姨，你看，要想控制一个人，先把他孤立起来。青木，注意策略啊！比如呢？问竹简。做出证明，涨薪是因为你值得；谢绝组长岗位，则是因为你义气。不着急，你得好好想想。Lucy， 你是不是昨天锻炼给冻着了，嗓子比之前还哑？昨天晚上就不应该去公园的。周经理，走吧。好。朱经理。903无烟房客人龚双双投诉说，昨晚放在洗脸台上几乎是满罐的老面霜，就剩底部一点了，客人暴怒。一瓶的价格就2000多块啊，这半瓶就够报警的了。过来一下。903的事情我们不能掩盖，一定要彻查，不要怕家丑外扬，把这件事情当作危机公关来处理。你去趟9楼，把昨天白班进入过903的服务员和领班分别控制起来，盯紧，不要让他们向外传递任何消息，还有东西，不要让他们串供，不要让他们洗脸。到其他楼层调2个服务员过去协助打扫卫生，去吧。剩下事情只能用笨办法了。一般人偷了贵妇面霜，第二天一定心急火燎的就用上了。我鼻子不太灵光。你找一个刚入职不久的、嗅觉比较敏感的，跟我一起去跟客人交涉，拿到面霜样本，以便于气味比对。你们先行动起来吧，我去找王总开个会。这事儿需要各部门的配合，还有酒店的态度。有任何进展，第一时间发微信给我。这个签约公司怎么这么严实？你好，这里是万辉饭店房屋部，贵公司龚双双女士在退房以后落下了一件衬衫，我们找到了她的登记电话，不知道。我们公司没有叫龚双双的。可是她是用贵公司签约企业的折扣登记入住的呀。好的，那你稍等，我再查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员工名册上没有这么个人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。郑静。老丁，你去安全部请他们介入，必要的时候委托相关部门对那罐面霜的痕迹做司法鉴定。会不会有点小题大做啊？听我的。好。孙总。哎。张总。要不然咱们休息一下，20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，怎么样？行行行。啊。那啥，这个。之前说你们公司是组装工厂呀，这事儿有点过了啊，我给你道个歉。你们呢也是有苦衷的嘛，啊？嗨，
但你确实戳中。我们现在正着手挖掘潜能，看看能不能走第三条路径，提高精度。我看轩，你这草鞋再怎么编，也无法提供这个气垫的舒适感，能挖掘的潜能有限。挖掘工资这性价比啊，接近于无用功，除非你们能研制出卡脖子的关键部件。我们公司成立了核心研发组，专攻卡脖子的关键部件，集结各专业甚至基础科学人才，每年研发投入并不低。年前从贵公司出差回来后，又把你们公司的想法与我们公司研发部的老总做了汇报，我们再知耻而后勇。你还真认真对待了呀？当然。哎，据说你蹲过三个国家的工厂，见多识广。嗯，那撇去卡脖子的关键部件，你觉得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入手？换句话说，你们作为需要购买我们的系统用于生产的公司，还希望我们的系统能提供哪些附加功能？其他公司呢？他们对你们的附加功能有什么要求啊？刚接到一个说希望我们能够精确达到负公差的要求。这么堕落了？人家那是光明磊落，那是他们下游客户的要求，客户指定要这种低价负公差的货色，这就是市场啊。嗯，你们呢？恐怕贵司的要求与生产技术部门的要求也需要统一一下吧。行，那我没问。我可以提醒你一下，你可以参考这个相机的傻瓜机思路。既然无法从这个精度上挖掘，那你可以从减少人工和降低操作难度上入手。你知道现在这入工成本有多高吗？而且是越来越高的。又被你戳中了，人啊。还有什么建议吗？我自己啊是做过这个设备改造的，倒是有一些思路。那我拿手机记下来，不吝赐教。无非就是开源和节流两端。如果是客人记错，调查结果表明服务员并没有拿过，那么司法鉴定这笔费用谁来支付？这个我敢保证，女人在化妆品用了多少这个问题上是绝对不会弄错的，这关系到及时补货的大问题。如果是客人故意搞事儿呢？所以说你还是小题大做，我不会为这笔费用签字的，估计司法鉴定的费用也不会低。你还是赶紧想办法怎么安抚客人。老大，这事我就要斗胆反驳你了。你说这要真的是偷拿，那影响的可不仅仅是客人不满这一条，那还有员工呢，那员工的风气也会受到影响。我们韩国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直接落到员工眼睛里，会成为他们以后行事的风向标。防护员工这么多人，那谁能保证没有一两只害群之马呀？都是心有忌惮而已。我们一定要用一次次的铁血处理发出警示，伸手必被抓，要不然这偷盗的风气可就刹不住闸了。房屋部最怕的就是小偷小摸，也就说以前那个副警吧。想起来了，副警后来倒闭，整个管理层都被遣散了。行吧，你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处理，我去跟老总打个招呼。好嘞，我走了。我们的第三步呢，是委托辖区法院的司法鉴定中心对这罐面霜做司法鉴定。中心已经受理，并已经派专员过来，他们会现场提取鉴定材料和所有人的指纹，以确定有谁碰过这罐面霜。第四步，法务已经在去派出所的路上。嗯，就是一罐面霜而已，不用那么兴师动众啊。当然需要了，先不说这罐面霜一半的价钱已经1000多，够立案的了。我们用？不用。你们的态度我很欣慰，大概是我搞错了吧。我回家再问我家里人，我出来的时候到底用了多少。我不能冤枉好人，不能冤枉好人啊。龚女士，那您说的赔偿呢？有猫腻啊。他一听你说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啊，就已经开始慌了，敲诈呀。哎，这样
我去监控室查一下他的全程入住情况。行，有需要的话随时打电话。好，回去帮忙。来，走吧。就这心理素质，还玩敲诈。兄弟们，我从客户那里问到了很好的改进意见，我一边整理一边发给你们，你们赶紧看啊。那个客户啊，就是之前说我们公司是组装工厂的那个讨厌鬼，他原先在日本读研并工作，后来转到了美国去工作，现在被蓝云董事会的成员挖到国内来。他说的这些建议看似并不标新立异，但是因为他博采众长，有几条建议起码原先是我的盲点。我发到你们微信上，你们看看能不能就此起草一份报告发给李总。哦，对了，他们用的软件我也截了个图发到群里，你们看看能不能采纳一下。哎，这个软件页面改的好啊，闭着眼睛也不用担心错过什么，太贴心了，傻瓜都能操作。我就说吧，这就是那个讨厌鬼。他现在不是讨厌鬼，研修的第一家工厂自己改造出的亮点。你呢？在卫生间呢。哎，查到什么了吗？哎呦，爆炸性的消息！我跟你们说，卖个关子啊，你们都等着。赶紧的，903客人是由我们郑代理副总监亲自开车送到地下停车场，然后客人拖着箱子上了电梯，郑代理副总监开车离开。这是什么骚操作啊？喂，好，知道了。903退房。王总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严肃处理的。郑进他犯的第一个错误是他公然挟私报复。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给总经理了，郑进必须严肃处理。但是同时，我得向你表明一下我的态度：家丑不外扬。喝口水，消消气儿，别那么激动嘛。谢谢啊，王总。但郑进是不是犯罪呀？他伙同他人敲诈酒店，敲诈谈判全程录像，这事儿是不是得追究到底呀？好茶。郑进就不适合做副总监，是因为蠢。即便是被你随便抛一个套路，光明正大的收拾过一把了，他竟然还看不出你的手腕，还能设计出这么一个在资深人士眼里破绽百出的局。这说明什么？像郑静这样的人，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。这下你放心了吧？我这下是放心了，我得去安抚一下我那三个服务员，他们三个的委屈还。你回去安心工作。还有903房间打折是因为那个客人是签约企业的员工，但是我打电话给签约企业问过有没有巩双双这个人，结果是查无此人。这件事可见郑进他滥用职权侵害酒店利益，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。我走了，王总。啊，哎，你跟那家企业这么熟呢？啊，我一向跟客人做朋友的呀，王总你知道的。哦，老狐狸。林达，你给我的资料救了我一命，万分感谢，有空请你吃饭。进。我在看，不错。李总，其中五条是狼与工程师提出，两条是我受到启发想到，再两条是我与狼与工程师交谈碰撞出的火花，最后一条是我们组三个人在整理归纳会谈纪要时开的脑洞，大家都有功劳。我知道你功劳最大。金总看好这十条，他打算明天和狼与人谈一谈。狼与这次的采购数目不小，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绝活，很可能和合同失之交臂。李总，我是市场门外汉，有个蠢问题，如果要去谈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得拿出初步测算的成本？怎么会是蠢问题呢？能提出这个问题，
起码已经站在门口了。所以啊，这第七、第九、第十条，你们马上拿出初步设计的设想，大致核算一下成本。剩下那几条呢，我让相应的组跟进。你们加班，明天8点前必须交报告。知道了，谢谢李总。要做加班狗呢。李总，咱多招一些这样的妹子吧，浑身都是精神劲儿，看着都阳光灿烂的。开什么玩笑呢？小鱼读大学的班上才3个女生，才3个，我上哪给你招这种稀缺人种？开邮箱，1、2、3条你认领，记得加班。啊？快去啊！啊，哦，对，去，哥你看一下。小沈，嗯，你叮嘱一下夜班经理，在跟前台沟通的时候，随时提一嘴正金代理副总监被扒的事。行，没问题。走了，拜拜，经理。拜拜。兄弟们，你们垂涎已久的胡萝卜蛋糕真来了，还有友进来。嗯，我还以为你又留号了。怎么可能？李总布置任务的那一瞬间，我最先想到的是总算能吃到公司的宵夜，胡萝卜蛋糕啦。好事情得到了满足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也是我们面试时候的道具，有特殊意义。虽然我很讨厌胡萝卜吧。哇，是我讨厌的胡萝卜味。兄弟们，真不是故意的。可我已经把我的第9条完成了，以后你们可以叫我五快手。现在时间还不算晚，赶紧回去吧。一会儿我再帮你过一遍，明天早上看好消息。赶紧走吧，气死人了！陈长生，记得散热。耗子，你那条蜜蜂很讲究，我真得走了啊，不然再晚些走，我有点害怕走小区的花园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服。这10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他要不是现场对答如流，反应迅捷的话，谁理他呀？赶紧做吧，我也快做好了。你们还是人吗？说，我今天才是充分意识到我自己的价值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才意识到我自己的小脑袋瓜居然是真的有用。我想到啊，去年那会儿啊，我还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，想着去赶去校友的聚会，指望着搭上校友这条线捞到一个钱多人傻的位置。那个时候啊，不知道遭受到了多少的白眼鄙视，还有咸猪手，险些就对自己丧失了信心，以为我这小脑袋瓜呀，只能用来抖机灵呢。你都不知道，我那会儿已经做好了破罐子破摔当个花瓶的准备。还有啊，我想到人人都说工科女找工作困难，出道就转行是最好的选择，显然我也不例外。真的，要不是我现在跳槽了，我可能一辈子就这么浑浑噩噩的混下去。现在想想都觉得有点后怕。Lucy， 你快真心实意的夸我两句，加固一下我的信心。看见没？人一旦时来运转，立刻主角光环上身，让你不夸我，老天就罚你。大柱，我要去重阳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坐着，我去帮你重阳。还是恭喜你啊，找到了自己的定位。说的对，就是一句话，找到了自己的定位。我待会儿回去啊，再去报告一下朱姐。不过 Lucy 啊，你除了吃药以外呢，也得多喝水。这水里面可以加一些蜂蜜或者是糖，也可以加一撮燕麦片等大糖分子类的东西，搅成稀汤后喝。这样子加了糖分子的水，可以起到停留滋润的作用，更久一些。
还有这种说法？当然了，当时我为了教小朋友跳芭蕾，应对家长十万个为什么，抱着书啃来的，相信我。好了，药也冲好了，记得喝啊。哦，还有，要早睡觉，睡眠最治愈啊。现在我才意识到，原来我这么聪明，以前也没想到。好了，早点睡啊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红红，妈妈到家了。妈妈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，但妈妈更不会害你。我给你发些文章，你现在不是学会用证据和逻辑分析每一件事了吗？抽时间好好看看。朱姐，你怎么今天回来的这么晚？下班去了趟书城。怎么了？你的脸色不太好。哎，还好有惊无险。前厅部经理郑进学历很高，很多高管都是他师兄弟，但是他自己能力差，带的团队狂妄的跟他有的一拼，专门惹事儿，然后让我们防务部的人去处理。我好心帮他兜着呢，他不领情。我要是不帮他兜着，他就记仇报复。谢谢。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竟然顺利地升职为我的上司。我为了保命，只能在他转正之前把他拉下马。他今天代理副总监的位置被撸了，我这一天啊真的是心力交瘁的。朱姐，威武。威武什么呀？保命而已。幸好呢，他这个人性子急，一点就爆，出手又很毛躁。不过他现在还是前厅经理啊，以后要面对他更多的报复。我看你挺开心的，怎么，公司的事处理好了？嗯，而且等着你问我呢。我听了 Lucy 的话，在市场部与研发部之间大概找到了比较适合我性格的定位，我现在特别高兴，就等着你回来第一时间跟你分享。嗯，我现在看着你整个人都发光，是吧？我忽然觉得安心了，之前一直团在胸口的浮躁之气似乎消失，从毕业之后直到今天才算是找到了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向。现在回过头看一看以前那些日子，仿佛是困兽之斗，我都不敢回想。真好，是吧？真好。那你组长的事儿回复你们李总啦？还没。还没，那说明这件事情你还不能安心啊。我清楚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让我再纠结休息。朱姐，谢谢你，我知道你是在让我居安思危，懂你的用意。共勉。哎呀，哎，我今天在书城门口啊，看到一个跟你一样年纪、很可爱的女孩子，她可能是可怜我，看我精疲力尽，竟然把她好不容易抢来的出租车让给我了，我顿时心情大好。我以后要学习认真日行一善。嗯，那我今日份的日行一善就是把卫生间让给你先用。咱现在上进了，再不玩明日复明日，真正操心，今日善，今日毕。我今天太累了，你先去吧。朱姐啊，心事不要太重，要开心一点。听你的。我早该学你，寻找一个新的定位，一个让人不再计较我学历的定位。我早该出手。这个事儿真得靠机遇。我现在啊，是真的有些信念了。干什么？干什么呢你？轻点。Thank you.
哎呦，这冰窟窿一个。哎呀，我去客厅暖啊。那个箱子我给你放苹果这儿行吧？嗯，放这儿了啊。不是，不是有话要嘱咐他吗？你要自由，真君就不要自由啊！不要阻挠他，不说好了吗？我们只负责保护好真君就可以了。但是哥，戴维这小子，如果敢做什么对真君不好的事情，麻袋扣脑袋上，第一时间办他。行，听你的。冰箱里好像还有一袋汤圆，你们要吃吗？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不吃，不吃，不吃。说吧，二哥，你要说啥？哦，没什么。那个娟娟，我想问一下，窗户呀、门呐、都关没关好？要不要再检查一下啊？检查安全了，我们再走。我没有给戴维钥匙，其他的嘛，你也看见了，门完整，窗户也完整，应该没有人进来。眼神变凌厉，你的反击。